法师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22面啊，222面倒算第七行啊，倒算第七行，对宋叶看去啊，宋叶看去啊，宋叶文。往一境处，独作思维，就是功德，庄严佛刹。法大誓愿，经无可劫。我的无处不有义解，这讲义解呢，严露甲咱举出三种，咱刷落来来看下面。第一，静养精行诸事。并以五戒为法缘后之修行时，净严所内面讲啊，这是随调回愿法师，伊讲依愿起行，由何必法藏为心中。在彼佛所五戒修行，由欲见来明讲，此乃修行之时呀、在五戒之间，所谓内修修行，万作万之行，即法缘不可无行。上该名五戒为法缘后修行时，这是第一种的讲法了。这些讲法呢，所谓见人见地呀、各人拢无共，咱来伫这个啊，拢是祖师大德，这么侪说法内面，用家己的智慧去选择，咱哪个看到一种比较较是合情合理合法？才主啊，一种，其他都会当甲做参考。佛的经内面都无具体讲明白，所以祖师因才有这个看法，袂当讲是倒一个较对，也袂当讲是倒一个唔对。这是。后代学人应该有的态度，只要讲出道理来，拢会用的。法啦，无定法。主要呢，是要互咱增长信心，知影极乐世界，毋是。想象当中一款成就的，伊啊确实，这是世间自在王佛啊教导法藏比丘，以变化界虚空界，
一切诸佛刹土为蓝本。在这当中，诸中下地，诸仙下恶，安尼生，造成了极乐国土，作为一切诸佛刹土内面。六道众生，在一生当中发心修行正果，不可思议啊！也予咱伫遮升起坚定的信心、愿心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只有祖师所讲的，都是种讲的，甲当时的情形是一致的。咱台湾去极乐世界就明白了，伫这点唔免去猜，唔免去分别，唔免去执着。为什么呢？有分别，有执着，甲咱的念佛的功夫就破坏了。所以啊，每一种讲法啊，拢听看卖。免那个藏咧心内，这就丢咯。这是诸上无惊是法缘后的修行啊。第二咧，明诸位法缘时，这个五劫是法缘的时尊，合赞有这款讲法，五劫者。法缘思维之世界呀，梦师也以为法缘时，这拢是唐朝时阵日本的正宗大德啊。慧疏文盖护菩萨建立净土。犹如龙象建大城，先定数多为止，这是行为多过多，我家思维如多为止，这我家时间在做什么呢？在为多啊，建筑不难，要着多样时间啦、啊。啊，都、就是会用你咯。念落的后面啦、啊，有几句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初一，我家思维，如如时光啊，以前啊，先拍一个图样，所以啊，伊这个讲法甲合赞的意思是同款。为法缘时，离非缘后修行时，是一个故事用这长的时间啊。真解嘛是同这款的讲，该诸家根据唯一相说正有唯一相符，唯一是空真开的一本。作为至尊，空真开翻译的一本啊，日本正宗的，这个大德啊，修净土所依靠，多半拢是空真开一本。啊，这本传到日本啊，是真早，而且这本。在五种原译本里面确实讲得比较详细、啊、在中国呢实在讲他无论修经多半也是读这本的
几乎四种原译本呢，真少人去读诵。所以日本人的注解，真侪拢嘛是以这本的，咱拢爱知影。第三种的讲法呢，加上书文，有五结中修行法缘也，也即是修行甲法缘同时，两者并举啊。咱来看注解，初级上古修行有法缘，两者并举。但以法缘为初，初经有众业上客，上业本内面成功这个诸位修习，然后则讲啊，发大誓愿，经无无减，这就是讲。思维啊，修习啊，甲发大誓愿是同时的啊。这是五劫当中，在五劫之中，一清净行、修习、念处、佛陀之大愿，经历五劫啊。大愿啊，奉行，诸业净污。因此回本上客，对这个回集本呢，就是回集五种原译本的这个经文，这个意思是上契合。本经中有精困求索，用心不齐。就是功德满足五劫之后啊，弘法啦，所立佛国超过无比啊，正确有加上书之说，故此五劫来修行法缘时啊，有人主张是修行时，有人主张是法缘时，这个所在啊是跟咱讲修行法缘拢伫。这个五劫的当中来完成呀，一段是交代出古代的有三种的讲法啦。当然明了了后，就未过再怀疑了。修学经教啊，最重要的是断疑生信，所以这个古德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。指导人，好学的人。美术家才会看法合情合理，跟咱分析，让咱修合未起有怀疑。这是啊，对这类的无共啊，根性的这个众生，有这款的说明的。必要啊！圣君啊，教的，伊根本都无怀疑，也未讲把这个代志放在心内，那就唔免讲咯。有啊，欢喜研究，所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啊。有这种人，那就必须给伊啊解释清楚。那若无解释清楚，伊总是有疑惑，放伫迄所在。
啊，这就是讲为什么有这个说明的这个必要啊。啊，咱过来看下面，这是解释名相。段中在这段里面，古字呢，就是梵语。数目字合中国1000万，一个古字是1000万，因为这地讲21古字，十个古字就是1亿，所以这个21就是啊210亿的佛国。伊讲21古字，又讲210亿，这就是显密运用啊。21古字是密法内底上讲，也就是说明这经内底包罗万象，在佛法内底大乘小乘显教密教，从门教下也拢总拢嘛包含咯。圆满的法轮啊，甲华严确实拢嘛是同款的。这只甲讲是大经啊，大经就是讲方方面面拢包括咯，一项都无漏去。唔管是分量的偌多。伊讲较完，也无一项有快老诶。我总 BQ 五个结中，都有211亿佛国，种种奇妙功德，殊胜庄严，有各个善恶粗妙之差别。世界明了通达，如以佛刹啊！头前啊，咱拢去拢有学着咯。21古字，或者是210亿的佛刹，是大乘经教内面表法。代表啊，大圆满，究竟圆满，也就是讲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佛刹，无一个会漏去啊，拢总包括在内面，把众比丘全部啊，拢去参合界啊。在佛刹内面，种种奇妙的功德，殊胜庄严，就是讲对高僧来讲，啊，你对高不相的，或者是正报，或者是依报，你所看到的，啊，各个善恶粗妙之差别，就是讲因相，善恶是因啊。啊，善因妙果啊！啊，恶因是错果啊！啊，拢明白咯，也拢看到咯，所以明了通达，如意佛刹啦。也经处当时思维。五劫的时间，诸位专得修习涅处，无时皆得大愿。但是五劫的时间呢，不是跟他讲诸位啊，有诸位，有专得，有学习。
修心就是学习啊。啊，修行正果啊。啊，立处修处下，诸佛国土内面都一挂较好的，都爱处。都一挂唔好的，要安怎改下掉？这是真正不容易的一件代志啊！啊，等到下一篇，咱咧讲到四十八愿，就会去看到。实在也是不容易啊！如果用世间法来讲呢，比如世界的成就啊，咱啊讲这个建设的成就，真正啊是啊不可思议啊！在这里面，找无一点点啊的缺陷，伊就会做到遐尔圆满。啊，咱只会当用不可思议这句话来去甲形容，去甲赞美。所念佛故，超过无比。这个比就是指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。无任何一个佛国土会感觉叫世界来比，啊，连咱伫华严经上读到的，比如迦那佛的华中世界，也无办法甲叫世界来比。如果华中世界顶同一个世界，又何必得抓这个记载以为发生大事？往生净土呢？无必要啊！同款的，迄都无必要了。啊，由此知影，娱乐世界殊胜。这就真明显的甲咱讲，伊超越华中世界。理想讲是平等的，思想也阁是有差别的呀。今法藏菩萨大愿立处之佛国，这都是叫做世界，是。小圣有211亿佛国，以及小如十方佛土，极标极乐净土之超胜动妙啊！说明。极乐世界超过一切佛刹，胜过一切佛刹，这个代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咱若无读到这段经文，咱若总认为讲这是啊赞叹之词啊，实际上呢不合道同，佛跟佛哪有差别呢？
这嘛是真有道理啊，拢是讲会通的啊。一般计应该拢嘛是安尼先。今日探索无量寿经这段经文，才恍然大悟啊！其实唔是安尼，诸佛讲的这些话是实话啊，唔是赞叹的话。哦，咱对于西方极乐世界信心更加深，信心更加清净，更加坚定。有时啊，这会放下万言啊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，怎样讲？往生就是成佛，所以这个法门，古人讲啊真好，一生成就的法门，唔免过来等第二世，就是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你讲这偌难得的啊！真正聪明的人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真像近代啊，咱看到黄仲昌，哎，就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真正感悟了，两年十个月时间。伊就出道，伊就净土，伊啊就得到圆满的成就。这是甲咱伫现前做出的好榜样。现在咱来看下面的一段英文啊，讲的是所贴念佛，也都是八宗比丘向老师啊，不过于。这个五戒修行的成就，经文业力受益，佛业世诸财王如来所，以及老师迄地去，其修立足了佛三赞，合掌礼诸。这个是第一节，你呀、啊，现在无咧讲究咯，实在讲非常重要啊！唔通甲看轻咯，以为一家人一讲到拢到顶。何必爱做这些客套呢？以前不是安尼想啊。如果严肃为宜，这个家庭是丝毫拢袂去乱去。伊甲圣德相应啊！如果疏忽马虎一点啊，都要知影，伊就甲习性相应啊。你看啊，经修为仪，伊甲圣德相应，
所佛咯就甲十性相应。本性本现呐、啊，十性不现呐、啊。啊，中国古人有记大同之地啊，大同之地是安怎成就的？就是有礼节，有威仪。只是好的会当啊，违背这内底有大道理啊。保持家己安住在性德清净庄严，这个、意思啊，都要知影，你不是讲尊重别人，是尊重你的自性。佛林跟咱所讲的，不是发明的，不是制定的。不是伊的学说，你看，无论成功关系、辅助，做老爸爱亲像一个老爸款，做后生啊，总亲像一个做后生的款。做老爸爱甲子做教啊，做后生爱甲孝做教啊。啊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啊。啊，中又有事，朋友有信啊。伫日常所做即个代志当中。伊拢得爱家己做出来啊！那一般人咧想讲，这太麻烦了，何必都安尼呢？啊，尤其是。是寡人讲究重实际，无咧重形式，这话是重要。如其形式，毋是诚心，不如重实际啦。可是圣人呢？实际表现伫倒位？表现伫形式啊！表里一如啊！这是大同之地啊，啊，到重实际无咧重形式咯，那就流入小空之地咯。形式甲实际都拢无咯，那叫乱世啊。诶，袂当讲是地世啊。所以这道理未当讲唔捌啦，所以重视植物重形式咧，唔是讲形式会使唔卖，形式来当唔卖，学佛就无需要戒律咯，戒律为义，何必都要去学？学儒都免去学礼咯。啊，那是儒家形式，戒也是佛家形式，
尤其是佛地经上讲，盖是无上菩提本啊，好真重视啊。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，你看伊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把咱所实现的表里一如啊，形式就是实质，实质就是形式，是一不是理啊，把咱演出来是不离法门啊。这个没当无重视呢，这里面是真实的学问啊，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利益啊，就亲像世尊在这部经讲的啊，这个三种真实。三弥勒耶来对戒律十条，威仪二十四门啊，二十四门就亲像咱第六品的内面的这个第二十四章同款，我二十四章每一章内面每一句是细节。一句一行代志，有的一句两三行代志。我嘛应该爱做到。现在用你，现在未用你啊！现在你若是讲要照安去做咧，人会感觉你真奇怪，你是异人啊！你甲阮无共款。也未安怎咧随俗啊！大众啊会接受诶，一点一滴去做啊，真正都爱亲像恢复古圣先贤迄款诶啊，代代有传人，我相信至少都爱一两啊百年以后。才会当恢复，咱今仔日登去咯，嘛有就两百年咯，唔止一百年啊！也咱有读到，咱柯凡先生写《和平人生》的一张批。然后半先生一出世的时代，一出世的时代是嘉庆年间，距离咱啊，今他的两百年啊，迄个时阵又感觉到世风日下，感觉到一代不如一代啊。所以今仔日社会动乱的原因，既来有之啊。那是照曾国藩先生所讲，咱传统文化衰两百年了。不过头前一百年虽然衰，典籍也阁存在。你也会当去看到啊，这些典籍、书籍，读到这些书的人也有。近一百年来，无人去读咯，书嘛无咯。尤其是一百年前，文言文还阁真盛行。对细汉啊，
读书俗啊，拢是念文言文，文字上的障碍拢无咯。那为什么衰呢？实际是有问题咯。啊，就是讲，这若是用佛法来讲，就容易了解了。贪嗔痴慢症重啊！外面啊，我有六点的诱惑的咧上升啊！啊，真正修下圣教的典范，就是圣人、贤人，拢无咯。那些是典范、模范啦。所以啊，渐渐就衰咯。前一百年渐渐衰咯，后一百年大幅度的降温咯。所以才有现前的灾难。对于个人来讲，就是疾病，奇奇怪怪疾病，过去唔捌听人讲过。你大个环境，一几工要当下来甲我讲，讲涂骹陷落去咯。无缘无故，这个大地忽然间陷落去，车驶入马路上，伊这个陷落去，车嘛跌落去啊！有这款情形啊！这伫过去都唔捌听讲过，伫历史上嘛真罕有这个记载。为什么现在有这多呢？这普遍呢？这不是好现象啊！啊，古人看到这异象，拢认为是上天伫咧甲咱警告啊。我们反省，我们有个性，我们真正反省，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啊，有忏悔。现在对这不相信咯，唔知道什么叫忏悔，认为这个跟咱啊是无相干呐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，自然的灾害，跟咱的思想言行无关系啊。这才是真正。问题的所在啊。现在人不相信古人啊。因为古人都是迷信。为了解科学。现在人相信科学。把古人所有物件全部拢推翻，对古人的表现是轻视，无一点啊尊敬心，这伫伦理上来讲叫大不孝。那大不孝的人，又果是安怎呢？伊也唔相信啊！伊唔相信，在你来时阵，你来去修啊！所以现在，咱来感谢
世界上的科学家，特别是物理学家，近代物理学家因研究的结论，甲《大神经》上讲的愈来愈相应啊。有理由相信啊。二三十年以后，大乘佛教未阁再是宗教，是高等科学、高等的哲学，学术界就会接受了。真正信佛的人啊，伊会信宗教咯。也信儒，也信道，也相信中国古圣先贤传统的文化。佛法伫世间，确实嘛就亲像极乐世界。是诸佛刹土共款呀，超胜无比呀！所以咱看到这个顶面的威仪，咱就会。感想真深，这个礼节要安怎来加扶持呢？伫现在讲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啊！看下面呢，别言世尊，这是定说。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，这句话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。我结以后，叫做世界造成咯，成就咯，是清净之行庄严了极乐世界啊。佛言现在，这个佛是世间自在王如来的老师。现在也是赞叹伊啊，足好呀！经证事实，如应古说，叫伊来报告。照现在话讲，也叫伊做报告。现在拄好是时阵咯。你应该就要真正具体详细，甲这件代志向大家报告啊，做一个说明。为什么呢？令众欢喜啊！大家听到这款一个好代志，当然大家拢赞叹啦。生大欢喜心啊，亦令大众无计划易得大善利。你何者的大众？这个、大众是十方刹土里面的一切啊众生。听到这款代志啊，无一个未想讲要往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生到极乐世界，圆满成佛啦！这个大众这两字的范围真大咯。内面包括着五圣人、菩萨、严格声闻。
天人，佮加上元妃如东，精神无鬼，地甲一切众生，毋是一个世界，是一切诸佛佛刹土。只要去听到，拢得大善利啊！就算讲伊也无想要往生，也毋相信即款代志，伊有得到利益无得到利益？为什么？伊连尼君啊，因为道正啊，伊阿赖耶识来对啊。阿弥陀佛啊，极乐世界经济已经甲种落去咯。这一生伊唔相信，来生后世总是会过拄到这个法门，伊就会发心咯。呀，就是讲，有哪想什么呢？你真正会当听到这个法门，你甲极乐世界。就那像报名同款，报名你无一定肯去啊，但是你已经伫迄个所在有档案，将来过一个发心想要去的时阵，迄个有对案。文明的功德有偌大呀，真正不可思议呀！灵依佛刹。修习涅修，完就无量大愿。这个话是对法藏菩萨讲的呀。咱阁看下面，黄念老的注解。以立受益，这句话乃成仙起孝之门。如是法藏菩萨，复至世间自在王佛处。比如世界建筑成就咯，当然一定要回去老师那里向老师做报告成就咯，我老师欢喜啊，携手桃子地啊，就是咱今天讲的顶礼啊，你就用自己的头去接着佛的脚，现在在印度教里面也还是这款礼，咱理解印度教的这些啊，长老因在那见面啊，看到伊啊，今仔即个接触你，咱真正受感动。随即了佛，了佛嘛是咧敬礼，一般是有了三节。了佛三款，一个在讲了佛三咒，表做礼就稳重。啊，对老师，
甲家己内心对老师的念念不舍，心心归依啊，依是依靠啊，这种真情表现在有了三节，了行了后，来合掌啊，恒诸佛前，行到佛的面前，向佛禀白，这是下对上的敬事，就是啊，向佛啦报告，现在就用报告。菩萨时尊的这个敬事，就是禀白，我以成就庄严佛土，清净之行，庄严佛土是以五戒修行的成果。清净之行就是在讲以五戒的修因，修因正果，圆满了因缘果缘啊！这个报告老师不言现在，除标发种 BQ 之行，亲可信心。这个信是老师啊，老师教义啊，伊无辜负老师的教诲，伊全落实咯，伊全拢做到咯，向佛本怀啊，这佛是老师啊，老师这么好的学生，足欢喜的啊。供应根基，这句骨较了不起哦。老师的本怀是普度众生，这个学生竟然有这么啊先卡方便，真正做到咯。确实的，智慧第一啦、啊。所以讲，真是智慧，我的叹呼。你赞我现在，这现在是表示佛欣喜之事啊！佛啊，非常的欢喜，讲出现在，今正是时，时节已明，成熟咯，我花经因啊。时机成熟，为三归一，这是古法华经上讲的。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，为什么要讲这个经呢？时节已明成熟咯。为三呢，就是在法华经以前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三行啊，小行、中行、大行，佛说三行法，也成熟咯。甲三个汇合起来，归一，就一行啊。啊，由此怎样？三行是方便说。你行是真实算啦，以前你还没到这程度，
甲你讲以前你袂当接受，你嘛是袂相信啦、啊。所以慢慢的，伊先较方便来诱导你。你看阿含经内面，甲你讲做人的道理，一个听啊就欢喜啦。为什么得马上得利益啊？听有啊，佛说法是有次第啊，不是佛设计，佛是用众生的业感。你需要什么？伊甲你讲什么？我未主动讲要讲什么，不可能。我无人请，无文字说的，也是感应啊。这个感呢，连众生家己都唔知影，还是安怎感呢？伫感应内底有显感、敏感。现是你家己知影，明是连家己都唔知影，这是什么？会当啊接受咯，听到了后咧，真正会心欢喜心，我知影咯。你家己也唔知影，我知影，我一个讲过年你心欢喜心，过年你欢喜接受。这阵甲咱说阿弥陀经，都是文字说啦。而且啊，众生的敏感，佛啊是显应。有如怎样？诸佛如来、法身菩萨，应化的十法界，应化的六道。拢是啊，感应度高啊！因真正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都无咯，哪会有分别的执着呢？这个事实真相，咱一定爱知影。为什么呢？咱爱认真学习。这是清醒啊，学到未当亲像法身菩萨迄款的这个境界，学这个相思嘛是未歹啊，相思伊就相应咯。为什么学未到呢？咱的烦恼无放下，也是会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咯。咱无能力啊，顿下、顿悟、顿静，无这能力，要佛教咱呢？你渐修，渐悟，渐静，这方法啦、啊，咱是会用的啊。可是重点也是来放下，这是怎呢？中家大师教我，
只要每天啊，拢会当放一点啊，你就有进步咯。放下什么呢？具体甲你讲，放下财色名食睡。你还对家去用功夫啊？哦，最后呢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先对那些名士随顶面来放，你才能入门啊！这叫真修行啊，这真功夫啊！慢慢你就会知影咯，放下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真正放下六道啊就无咯。而且真正知影讲，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而且会证到这句话。真正六道无去咯，六道对对来呢？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啊，见思烦恼是色啊，听色为色所变啊。你把它引回去了后，六道就无咯，既然不是真的啊。了都无去咯，什么境界现前，自性法界现前啦、啊，听闻言讲菩萨佛啦、啊，还是什么呢？还是啊，三不世界净土啊，迄、那个所在无贪嗔痴慢疑。无是非人我，无自私自利，人心清净，无染污啊！你看心净，即佛土净，即个摩尼佛的净土啊！虽然无执着咯，但是也有分别，也是有起心动念。所以阿哥都爱放下，放什么呢？放下分别，分别放下咯。你是菩萨啦、啊，起心动念放下，你是真正成佛咯，不是假啊。这个是属性，我改啊无咯。所以四性法界嘛，不是真的啊。凡所以上界是浮梦，伊嘛不是真的。也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四性法界。分别放下，起心动念也放下，四性就无咯。出现什么呢？出现十宝庄严土啊！住在十宝庄严土是多一挂人呢？华严经上有甲人讲，原告初诸菩萨以上啊，对初诸到顶格。这四十一的位处，主不土啊，因主啊是不庄严土，是不庄严土也称之为一真法界啊。对咱十法界来讲，十法界是假，这是真的，这个真假
伊个定义就是讲即个，只要伊有变化，那么是假。有变化，这才是真的。十法界里面有变化，是佛陀里面呢无变化。人去到是佛陀，拢嘛是化身。胎乱啊湿这三种心态无咯，拢是化身，化身无变化。你所现的心相，啊，佛真相殊啊。拢亲像一模一样呀、啊，寿命真长，永远也无变化，无生老病死的变化，无破病的现象，也无衰老的现象，哪讲进步是如是，连一步也无例外。就把花草永远是中青，未凋零啊！咱世间有四季，有冷暖无同的变化，你的世界无啊，永远是风和日丽啊！无听讲有甚么款灾难，拢总拢无啊！一直到顶格，对你证着初住迄天，去到你证着顶格菩萨，即。就要讲时间咯，啊，偌久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，所以啊，你的寿命就是三大阿僧祇劫。每一个人拢同款，也未讲短，也未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迄个世界出现。原因啊，就是啊，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无始无明断了，这个境界就现前。虽然现前习气，也阁无断啊。你无像见诸烦恼的这个习气，无亲像尘沙烦恼的习气。见思颠三烦恼的习气是有办法断的呀、啊，有办法断啊！无明习气是无办法断啊！古代的上讲，处处用不得力，就是咧讲无明习气，你无办法，那你那是断咯，迄就是起心动念错咯，迄就会对路咯。所以无起心不动念，是安怎断呢？事在一起啊，时间若久，自然就会无去咯。偌久的时间才无去呢？就系三个阿僧祇劫啊。可能在这地啊，用这比如，当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亲像什么？像酒干啊，酒干啊，都会是酒，酒倒清气咯，偏偏也够味。味什么时阵无去呢？你放伫遐，卖去管你。你放一个半年、一年再去偏无咯，所以这意思啊。所以个时间未长也未短，一定遐尼长个时间就会无去啊。
那无去咯，就叫做庙角位咯，都唔是顶角。真正到无去咯，佮甲你讲啊，这个十八土也无去咯，所以十八土也唔是讲真正呀。我所有上啊，该师父梦啊，包括十八土。我伫经商，无讲是报道拄我，无安尼讲，所以是报道嘛，唔是真咧。无是不明，是起灯了，是报道就无咯。啊，咱知影是报道之所以存在，是你习气还未灯。这个唔是别个习气啊，无是不明的习气啊。等了后，妙觉，妙觉去到位去呢？妙觉啊，回向一公啊，上一公啊，永远是不生不灭啊。上一公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《玉祖坛经》里面，慧能大师。可能描绘形容的呢，虽然只有五句话，真贴切啦，讲啊真好。上集讲是什么款呢？上集讲是自性啊，不计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上集讲本自清净啊，从来都无念无记啊。啊，本不生灭啦、啊，本不生灭就是自性的涅槃啦、啊，大般涅槃，本自具足。虽然伊无物质现象，也无精神现象，也无自然现象，什么现象都无，你袂当讲伊无啊。以本自具足啊，具足什么呢？智慧德相啊。第四句讲本无动摇啊，这自性啊，本定。这个动摇就是咱今仔日讲的普通的现象，一其美色普通现象，伊拢无。最后一句讲人生万法啦，本自具足袂当讲伊是空，人生万法袂当啊，讲伊是有。对本自具足来讲，空即非空啊。对人生万法的来讲呢，有即非有啊。你若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真正的弄清楚、弄明白，你心定咯。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你未起心动念，那就是分啦。如果也会起心动念，你绝对未讲有分别执着，啊，你就是菩萨。为什么咱也个会分别执着呢？咱啊，拢把这个境界当作真呢，唔知啊是。有即非有啊，空即不空啊，空有是一，唔是二啊。所以六百卷大佛这经，实在讲，我讲了二十二年，只讲一句话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一切法。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
你十年八载就是甲咱讲这件代志啊！你真正听有了，真正去体会到，你自然蔓延放下，你就成佛心菩萨了。凡夫的这个年光来对时间啊，太久了，任务太严重了。假的动作是真的，真的完全都不知道。我虽然讲得这么清楚，咱听了后，听一世人也是半信半疑啊。什么时候真正听有了？你什么时候真正放下？你就真正听有了。听有无未放下呀？无放下的确实是听无啊。昨年张家大师跟我讲，我发是地难行医呀，行那是放下。第一是看破，看破难啊，太难咯。啊，真正看破，马上就放下。所以梦想分别执着是一念之间会当顿下，放下，凡夫就变作佛咯，究竟圆满的佛。未个太紧，未个伤久，放未落啊！所以放未落，障碍你看破，看未破，佮障碍你放下。这是咱的闭关啊！除了这个闭关，我告诉咱。当时分修，伊老大人在世说法四十九年，这是甲人讲当时分修，一门深入，我说伊这经唔是对我一个人说的。这个代志经典上是有比如，对这个比如，你就会当啊感悟。比如是甲释迦牟尼佛，比如做大夫，或是大医王。众生呢，众生是病好啊，众生找到佛，请佛开示啊。我跟你讲一个法门，跟你讲一部经。你提到这个药方了后，依教奉行，你就会当修行正果。过去四十九年刷的遐尼啊多经，拢嘛是对每一个这个病人开的药方啊处方。我无看到释迦牟尼佛药方，更唔是对我开的啊。啊，迄、那个处方，咱现在用的是释迦牟尼佛家，迄、那个时阵遐个病人开的药方啊。你都知影讲，咱伫遮尔侪药方的内面，只会当找到一种对我这个病症是有路用的。那、实在的找无啊，你无智慧、无能力去找，这么多处方到底都是适合着你呢？实在那找无，佛在大一经内面讲出来咯，会当啊提供予咱做参考。伊讲正法时期，概率成就
法师级上定星洲，万法师级净土星洲。这是尽心教诲啊。啊，咱家己想看麦，我生伫什么时阵呢？生伫末法时期啊！我就讲了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我就老老实实来修净土，你就成功。啊，这个时期你若想要去参禅去学禅，到最后未成功。你问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讲怪你家己啊！我已经提供参考资料予你咯。你先伫上法会当去参禅，你先伫末法未用呢，先未当成就啊！咦，都哎呀，家己负责啊！我提供了参考，好难啊！咱啊，老老实实依照佛的吩咐老师去做啊，啊，就会有成就了。净土法门嘛是有真多，经典无算多，主要是五经一轮。释迦牟尼佛第一生讲经教学的当中，常常提到净土，那是讲伊常常提到这个经论，应该有两百多种了。咱拢爱去涉猎无？无需要，卖去找麻烦，我只要一门深入，一门呢？最殊胜的无垢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现在有九种的版本，无垢有这的汇集本，这也是无量寿经五种原业本的集大成啊！啊，集本就有够咯。如果我集本经太长，你袂当去学习，你会当去学《小本佛说阿弥陀经》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功德啊，学习啊，无量寿经啊，拢是同款的啊，是上顶的，无关家啊。啊，只要你一心修持，你就会得利益。如果你也阁有三心二意，就袂用你咯，就袂当成就啊。弥陀经顶面所讲，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啊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一心不乱是平时啊，心不颠倒是临终的那刹那。那是讲未往生的道理呢？佛在这时阵。啊，法藏比丘讲啊，金净是时，就亲像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，时机成熟了，我非常欢喜啊，会当把这个法门介绍出来，普度一切六道众生啊。一心圆满成就，为三皈依，
有三乘行者含伴代表牛车来入密如来行，为诸众生开佛地见，是佛地见乃我金正实时啊。这是《法华经》上的大白牛车的是比如啊，古印度佛陀在世时阵，旅行的这个交通工具内面，这是大车，比如一路来行。啊，大白牛车就是咱现在所讲的马车，马车较大顶啊。我咧读书的迄个时代，无偌远啊，空前都啊胜利，嘛登去南京，伫南京第一中学，读初中三年级，阮家咧甲学校的这个距离相当的远。我每天去读书，坐什么车呢？坐马车，一顶马车就会当啊坐十四个人，像恁学生十四个人，这大车十四个人，啊马是一匹马，如果较讲究咧，富贵的人是两匹马、四匹马，皇帝出门的车是六匹马。拖迄顶车，所以啊，阮迄个时阵啊是马车是常常咧坐，逐工拢爱坐。读书放学拢嘛是坐马车，非常方便。以后公共汽车发达咯，现在我毋知影讲南京还有马车无？你的新马车真多啊！啊，费用，洋车、绿车、大白牛车、马车啦，代表三乘啊。洋车，你的车只坐一个人，代表小乘。落车就会当坐两个人，叫做重乘，就是代表一级佛。牛车这个就是大乘咯，会当啊坐四五个人以上，这是大乘。用啊，这三顶车来做比如，所以叫做三乘行者。该入一如来行，如来行就是啊，一回行叫做一行法，三行拢归到啊一行咯。为诸众生开佛第一见。哎呀，是呀，怕亏呀！有知福建是一切众生诸生来对本来具足的，只是拢那像库房同款，伊内面拢总具足，门是永远关的，你家己唔知呀，无帮助你怕亏呀，我你看着。如果是常常君临，一个拍开你就明白咯，你拢看到咯，这个哦，原来这是阮家的财产啊，我本来就有啊，啊，你就得受用咯。啊，拍开了后，啊，你看到你还阁唔知影，唔捌戏，无认识，要变安怎咧？进一步是何低见，是指示你。这项甲你讲清楚，
你这红莲答应我，这都是上中下三军啦、啊。所以开始这两字，咱啊想讲，请老师开始呀、啊。哎，怎样讲？开始是我华经常讲啊，这两行代志，一个是开，一个是死。安尼是啊，引用啊，开啊，都是言教。啊，死是身形，我做出一个模样给你看，你看明白了，这是死啊！啊，身形言教啊！老师给咱做，这样做到这地了。啊，学生呢？学生都爱努力，开始呀，努力，开始是老师努力，是学生啊。如果学生不我未当立，那个开始就是，喂喂啊，无意思啊，所以老师那都未着我，你们学生伊就未讲啊，讲是别讲啦。对啊，拄到即款诶学生，伊欢喜啊！为什么即个学生会听有？听了也悟，你啊，迄条搁较好，你是精啊！你去到即个境界啊，你也是啊正果，我好低见，你好低见，就是啊，发发经上诶啊！啊，都爱什么款条件？这五日呢？这是工作学生的条件。印光大师讲得真好啊，心境这能力，这份心境你得到一分的利益，就是讲你五日一分。十分心经，你会当啊？五入十分，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“尊师重道”啊。尊师重道是不是尊重老师呢？不是，是不是尊重你的道业？也不是。啊，无到底是什么？尊重你家己呀、啊。尊重你家己的性德啊！啊，你有这款真诚的态度，人家真正愿意来教你啊！你拄到先利息，都是咧未教你呢？你那是无这点啊真诚心，拄到真先利息。那个人也未去插你啊？为什么你的施这因缘无够？你到什么时阵你真正有真诚心咯？你缘够了，缘无伫外口啊，缘伫你家己啊。你有想要学无？是不是真想呢？啊，真想要学啊，你就真正有人来教你啊。为什么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都够？我真正想的就是，迄个干嘛？我嘛无想讲佛菩萨来，我真想要学佛菩萨啊，就真来咯。你有干咪都有用啊！佛菩萨对倒位来呢？也是对自性来得来啊，无离开你的自性啊。所以佛菩萨来给你开示啊，你真正悟入了，佛菩萨是不是真欢喜呢？我度这众生啊，给你讲啊，伊无这念头，佛菩萨无起心动念，伊若是动这念头，伊跋落来咯，伊变成凡夫咯。在佛菩萨的这个境界内底，多离无多。
无多利多，根本都无起心动念。啊，真正五逆的境界，跟富菩萨是同一个境界。拢总回归啊，自性啦。所以今正是时，是什么时阵呢？感应道教的时阵，师主道合的时阵，就是老师啊，老师跟学生啊，这个缘啊，合起来咯，这是这个时阵啊，这算叫录音啊。老师一个开始，听的人马上就悟入了，就起了境界咯。你看卖真正实实啊，这内底偌趣味的啊！所以现在咧学物件困难啊，但你都会学生是心不在焉呐、啊。我伫澳洲大学内底要请我去做教授，聘书送来咯，要求我去学校甲学生上一堂课。上课以前，老教授啊来甲我讲啊，讲法师啊，你只会当啊讲15分钟，唔通加讲。为什么呢？因的耐心只有15分钟，15分钟因就会伫下底家己咧讲话啦，心拢向外口走出去咯。哎呦，我一听讲这句话，我就未去学校上课咯。为什么呢？其实白讲的啊，只有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笑话，大家听欢喜就好。好个片片来就好啊！现在啊，上课真正是这款的啊。你正讲一点么？听无啊？无听到？坐伫个课堂内底，心四鬼乱走啊！啊，较早是无同款。现在确实学生是什么款心态呢？心浮气躁啊！啊，对于心浮气躁的这种人，是什么拢学袂晓？你啊，讲的是白讲咯。咱袂当讲唔知影。啊，阮伫少年的时阵，老师教阮授课，讲什么呀、啊？讲偌济呢？啊，老师心肝了有数啊。可是学生当中有一两个会接受，啊，老师拢会讲啊真认真，其他的啊是甭听啊，甭听啊，啊，老师都无要插伊啊。啊，这两个人确确实实心嘛、啊。真正清净，真真诚，想讲要学物件，伊家己讲。啊，心浮气躁是妄听啊。啊，同学是真多，总有一两个人真正是想要学的，啊，其他同学个拢不伊服气啊。你得到偌济老师会去问你啊？所以爱记哩，啊，这内面最重要呀，就是行，真行。你有几分的真诚心，你才真正会了解几分，接受几分。
实实在在啊，唔是伫时间的长短。我过去无学，我个人用真诚心，我听一堂课就记着过去一千堂课。也都唔过啊！为什么看我行啊？所以古人讲行即灵啊。中国人对这个行力啊，非常非常重视啊。自古以来，无论是世法佛法里面，真正有成就的人，拢是跌跌在这理顶面。无行哪会用你呢？什么叫做行？曾国藩先生讲啊，真好，甲佛法讲的是同款，行就是一心，一心无二心，那就是行啊。一心专注啊，都、就是啊，真行。我咧听课的时阵。听开始的时阵，专心听，一个杂念都无啊！你全部得到咯。啊，一面咧听，一面咧想别项物件，心不在焉啊。讲完了后，问你讲，你咧讲什么？唔知呀？为什么唔知呀？想别项代志去咯？所以这是未当讲唔知影，金经亦连啊，无量寿经这段经文，甲《法华经》上，非三归一啊。真正实施意思是完全啊，同款。欲令啊十方有界众生同阿弥陀一心大誓愿海，一切含灵皆得度脱啦。是故世间自在王如来告言：真正实施如因故说，令众欢喜。亦令大众闻是法义的大善利益，主表如来宽令宣说普利大众啊！你看这内对意思偌深的啊！这普经啊，比《法华经》书信较多咯。《法华经》只是讲到三行行者啊，就是三行的这个修行人。这本经啊，摄受众生太广大了，欲令十方九界众生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是法界的众生，这个所在九界都是十法界。为什么？十法界里面的佛啦，第一心法里面伊是菩萨，十法界里面最高的菩萨啦，是称作佛。天台家，这个地下大师称伊是上师即佛，伊毋是真呢？为什么毋是真呢？伊也未啊转世成地啊，转世成地则是真佛啦。转世成地就未伫个十法界了，十法界就无咯。啊，转世圣地啊，都、就是啊，冤高错主，别高错地啊。
啊，甲即个人当然咪都一生大世缘海啊。这一生大世缘海是啥物呢？甲伊这众生，伊生生佛，定定生佛，你甲看嘛，这不得了了。一切含灵，这句话意思啊太广了。灵是什么意思呢？那现在讲的精神现象是灵啊。那现在了解了，所有物质现象里面，拢含有精神现象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我闻啊，我闻色是物质啊，受想行识是灵啊。那现在咱知影了，连现在科学家嘛知影了。只要是物质现象，拢带着有精神现象，所以精神跟物质伊袂当分开啊。也骨卡水的物质，现在讲什么的讲公主啊，两组的下讲小公主啊，啊，每一个小公主。有物质现象，也有精神现象，受想行识啊！你看，这个一切含灵，包括山河大地，那是一切有情，那是讲动物、生物啊。现在生物的范围，连微生物、矿物。拢总拢嘛是属于这生物，也都是整个宇宙是有机体。你找无一个是啊，非有机体你找无啊。这个佛经上所讲的非常难得啦，现代科学证实了。也阿弥陀佛的愿。令这个一切众生，真正是《华严经》上迄句话：“情有无情，动缘种地。”怎样做会到呢？弥陀一生大世缘海做到了，而且是真容易做到，无困难啊！这代志啊，真正难得啊！该得度脱啦，就是开始悟入佛之地见啦。是故啊，世间自在王如来，甲法藏比丘讲啊，金正是时啊，你应该爱说啦。因现在为了应该在向大家来详细来报告啊，啊，令大众欢喜啊。一令大众闻此法，义德大显利啊！无比殊胜的利益啊！啊，为什么拢成佛了？啊，包括山河大地，祖表如来幻令宣说普利大众啊！老师好啊，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学生好啊，法藏比丘啊，老师教啊好，学生学了好啊，成就这款的一种伟大的事业，这个出世间找无的，世间啊找无的，出世间也找无的。这个啊，不得了了！啊，咱是非常非常的好运啊，你这一生会当去度着，
啊，拄着就爱啊，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真做。这个一生，咱就会看到阿弥陀佛了。这一生当中，咱啊，同时会看到世间自在王佛。一点啊都无假啊！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